资料统计，去年台湾显示器面板营收大概是1兆6544亿元，年成长3.3%。那后市的表现法认为呢，受惠于南韩、日本，它的4K、2K 高画质节目开始放送了，4K、2K 显示器出货的需求量增加，预估今年出货量会维持去年的力道，年成长上看2倍以上。